This is a great moment in rocket history to honor a man of such magnitude. He's brought two nations together.在赛场上，很多时候人可以把自己内心中最原始的一些东西去释放出来，因为当你受到挑战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刻，你希望把对手想成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这样的话我才可以促使我说不留一切手段去战胜他，去击败他，击倒他。而且像我们这种球员，有时候也会把自己想成一种大侠，什么帮丐帮和什么帮的一种火拼等等等等，也这种人吧，总是向往一些英雄。But while I'm walking this room, but at this moment I can't help myself but thinking back when I first met Rockets back to 1904.When NBA first time broadcasting in China, that's when Great Dream bring the championship cup back to Houston for the first time. 1993年度美国 NBA 篮球总决赛的。I know many of you or some of you today here witnessed that moment. Just remember, there's a kid over 10,000 miles away see that too through the TV. That's where my dream started.Thank you for the memory. 去的是为什么传呢？为什么传？为什么传？防守，防守！投篮机没角度的乱投，再传过知道吧？跳什么？他跳了，把你揍！再加五圈。傻子！防守，防守！动作啊，对对对，看来，看！现在不能随便打小孩嘛，不好嘛就体能练习，练练体能。过来，这球能打吧？能打吧？姚明他年龄是比较严格，倒是年纪轻嘛，火气大，倒是也。动的时候也有的，现在绝对不动了。现在小孩语气也不能重，对吧？也不能说重了以后他自信心没了。你不重嘛，他无所谓，老油条。你知道，那干了一辈子青少年篮球，我是他带的第二批队的。我还记得那天就是。我放学回来三年级9岁吧，我妈跟我说待会有个教练带你去试试篮球啊什么的。那天就是李指导骑辆自行车来了，我那时候因为上海有规定12岁以下不能骑自行车，所以我那时候还不会骑自行车，他是把我放在我的后座上，让我带我过去。就这个上海市甘露地小学，就是姚明的小学，就在这里上的，他在这里待了5年了。这个小学在我们徐汇区也就公办小学，比较声誉比较好的小学。上完课以后，有时候他爸爸妈妈接到我们训练场地，有时候我来带他到训练场地，因为从这里到训练场地还有这么3公里路。这个地方就是姚明1989年到1994年就在这里训练的，就是前面一个小区。姚明从1994年就离开这里了，我们这里1990年开始动迁，造这个商品房，那是我们里面有4片场地。来，站住！体育他身体可以变得更强壮一些，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还有这个背景，有一些孩子可以在一起玩，肯定是好事儿。家里父母又是双职工，又都要去上班。
我有下午两点，我现在两点二十分就上放学了吧？那你没事了，那有一个喜校接着我去打球。他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训练的时候，做准备活动，篮球场跑个几圈他就跑不下来，因为他身高高嘛，心脏功能不能达到跑步的要求。那杨明刚刚来的时候是零基础的，因为不会跑，不会用球的，按照我们教练的要求，先从基本开始，先学会各种跑步，练篮球的基本功，出手快，用球、传球、投篮、前转身、后转身。后插步，练脚步的灵活性。姚明这么高的身高，脚的灵活性在高个子里算快的，算好的。还有他的手感，手感因为你磨练，还有他父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他父母到底打球的话，起到很大的作用。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八十年代，父母都是打球的，属于是至少是省市一级的球员。我们是一出生之后就会啊，谁家的孩子身高也特别高，所以他们也会想哦，将来说不定是个运动员。类似于就是说，古代你知道明朝那个时候，台州是个兵，是个驻兵的地方，那边有个叫军户，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概念。那既然提示家，他就会有侧骨龄。因为当时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拍一张 X 光片恐怕都要写一个什么证明啊，或者批示啊等等等等。他的发育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什么叫持续时间？人家发育一年还是两年完成了，不像姚明每年都六公分八公分，每年六公分八公分，他发育的周期比较长。像这种发育延长期的队员是比较作为教练说比较理想的。不过他离开我的九三年十二月初的时候，一米九十八了。姚明除了身高不适合打篮球，他臂展短，刀削脚。什么叫刀削脚？大拇指头都是特别长，他脚上斜的，这就是他经常会被踩断大脚趾一两次。不能跑，不能跳，耳朵还聋一个。小时候打药打坏的，这医院也撤了，没地方找去了。1997年上海的八运会，全中国的篮球记者都在写王治郅挨了两个大帽，是姚明盖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姚明这个名字。我说为什么呢？谁能盖得了王治郅呢？王治郅那么能跳，他那么高，就像一匹骆驼一样，或者一匹大马一样，巨大的马一样，就是他颠覆了大家对于中锋这个位置本来的印象。他还可以投三分球。他已经是国手了，他可以跟我们当时都说王治郅在跟大卫罗宾逊较劲，这怎么可能有人盖得着他呢？说姚明当时已经2米22了，哦，傻大个儿。后来才发现这个人一点都不傻。第一次就是遇见姚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98年我第一次执教国家队的时候，那时候把姚明就是选进国家队。那时候的姚明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呢，他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很多东西都需要就是要开始训练，不论是他的这个基本技术啊，包括他在中锋的这位置所要具备的这个技巧啊，包括他的这个身体素质，都需要就是很好的训练。98年的时候，曼谷亚运会，听说姚明被招进去了，很想看看。因为当时我在上大学，到曼谷了没这人。后来一问，哦，姚明被开除了。当时的球队的情况呢，就是王治郅和巴特都在球队里面。姚明当时实际上能力是不够的，来国家队就是做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那我们就让他离开了。
啊，那么至今现在姚明有时候见到我的时候还跟我开着玩笑说是你是唯一吵过我的教练。当时要备战曼谷亚运会，然后王菲非常希望重新夺回1996年就是1997年在沙特利亚德输掉的亚锦赛的冠军，还是选择了他比较熟悉的阵容。首先中锋一定是王治郅，替补中锋会是巴特尔。我也采访过王菲，他就说那个时候就是姚明就是不适合我们这个队，因为那时候要打得快，那姚明那时候还没有展现出作为一个大个子的快速攻防的转换的移动能力。那么最后姚明是最后就是有三个人被刷出去，那他占一个。后来我再问姚明的时候，他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特别痛苦，非常痛苦。他当时跟我说，他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的队服的时候，他就是在镜子跟前绕了7圈，转了7圈，前后左右那么看比划，他觉得特别荣耀。他第一次真正被从国家队开出去，让他意识到自己是有不足，需要非常非常努力的提高的环节，就是王菲给他带来的。那么在此之后，我觉得他没有浪费过一秒钟的时间，在他退役之前。他99年又回到国家，那时候的姚明已经就是不一样了。他2000年奥运会已经在国家队了，他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啊，同时悉尼奥运会让更多的人承认，啊，所以那时候2001年实际上我们重新开始训练，啊，那一年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东亚运动会我们拿到了这个冠军，啊，同时世界大人运动会我们取得第二名，打梦之队，他跟中国这个叫那时候开始叫中国长城，啊，三大中锋。那当八一队和上海队就是在争夺2000到2001 CBA 总冠军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个媒体吵的也是就是特别厉害，就是王治郅和姚明之争。啊，谁是中国第一中锋？在那个卢湾体育馆的主席台上，全都是 NBA 的球探，十几家俱乐部的这个 NBA 的球探全都在那上坐着。王治郅已被达拉斯选中了，啊，所以就是说，姚明，他们下一个就是准备来考察的，那通过这个比赛。那我觉得姚明当时的状态特别像樱木花道，他永远是那差的，但是他学习能力极强，他永远在压迫着自己，向着更好的去挺进，他永远站在一个挑战者的角色上，这个特别。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八一队打了那么多年，他拿了那么多冠军，他每年都要经过这个，那第二年还是同样的历程。他，我们要怎么说呢？要学点东西，还要学，我们只是一开始而已。Sports biggest stage. With the first pick, the Houston Rockets select Yao Ming from Shanghai, China. 当时选我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中国市场因素，这我想放在任何一个球队里边都是一样的，谁都想要中国市场。然后是你的实力，我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打？这点从我本人来说是最看重的，因为这是唯一一样我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NBA 历史上第一个外籍状元球员，他之前是王治郅和巴特，但是都是属于王治郅是二轮新秀，巴特是非选秀国际球员，所以姚明的身份很特殊。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联赛、所有的国家队备战、所有的人员培训，包括我们的出国比赛，它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它都是为了国家队的实力可以变得更强。
the grand unveiling of Yao Ming at 7'5". 一开始打的确实不好，前十场替补球员被人打得灰头土脸，零分俩篮板，各种各样的撞。一突破，姚明就滑倒了。那下边那镜头一下就照到下边那板凳队员，那板凳队员就啊就大笑，这个滋味是不太舒服的。虽然所有的人都会对他有所期待，啊，他被这个第一轮选中，但第一轮选中呢仍然有嘘声，有人说哦应该选更应该谁谁谁比姚明更合适，啊，那包括他在训练当中的不合适的地方。哎，能力就是达不到的时候，比赛当中让人家耻笑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会遭到特别不同于美国人的这种眼神吧。你打成这样，你心里打成这样，不信别人说，说是。那最后就是说，你要转变这些不利因素，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把比赛打好。The way we win is if we get up and down quick. If a big guy goes to the post, quick pass inside, score.That's the best way to win. We... 啊、Once we teach my big man to play, we're gonna be ready to go. Trust me. When he's ready to come here and make the pass, then go.You know, I said earlier that I just had very little doubt that he's going to be a good NBA player. But my gut feeling was that he has a chance to be great. I think he can be great. Yeah. I really do think he can be great. I got to watch his back for him. You know, he can't reach it. Hey, he might be a good player one day, but he ain't ready. We going to make the bet? Yao Ming.Big、He、night. said Yao Ming gonna get 19 points. If he get、On、19、Saturday、points、night. in the game, I'll kiss his ass right here. What better place to be than the home of the world champion Los Angeles Lakers as the Lakers embark on a journey for their fourth consecutive NBA title. 没有奥尼尔的湖人，巴克利说了，你要能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数据，我就亲肯尼史密斯的屁股。美国人认为，哎，该打腿仗了，嗯。你怎么让他过去了呢？骂到脸上了都不带急的。我当时是很喜欢巴克利的，他为了总冠军那个时候去了休斯顿火箭队，只拿$100万的薪水，那$100万很多哈，那相对于他的身价，他愿意去牺牲，做出牺牲去换取他的目标，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认为非常值得尊重的。Solid so far against the Los Angeles Lakers.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有些人生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在大的时刻、大的场面来临之际，他不会让机会从他手边溜掉。姚明就是这样的。然后他那场比赛拿了29分9篮板，又让他看那个镜头，就是巴克利亲那驴的屁股。I went out and bought a donkey for the day.Kiss my ass. You're trying to humiliate me. No. I'm a man of my word. You're a man of your word. Uh-oh. He kissed me! Yes! What is Ming's reaction? I can tell by the... 他依然还是说不影响我对巴克利的尊重。挑事两次没什么。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大家都挺喜欢他的。现在你发现有一可以替代所有人实现篮球梦，替代所有人可以攀上巅峰的这么一个人终于出现了，而且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鲜明的符号。A big guy that size is such a skill and graceful soft touch. I hope you know that every guy that ever played with you appreciated what you stood for, appreciated that it was about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friendLike a young brother to me, even though you consider me like your uncle. I'm
not as much older as I am. Until now, we have grown together. We are becoming a family. That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oint. I'll show you why. Yao Ming is a very tall guy. And in the NBA, you have to be tough. I like Yao to be tough like Shaquille O'Neal. This is how people try to get at me. Look. Right now, I'm just playing on Shaq. Once the ball comes up, bring it to me. Wang Zhu, whatever your name is, you want some of Shaq food? Come get it. I'll be waiting for you. 奥尼尔不来挑衅，他说要打爆姚明。碰上奥尼尔之后，突然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就这怎么可能是这样？那种压迫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力量是这种不留余地，想一口把我吃掉或碾过去这种力量。那我就说，好，我先撤你一下，就等于诱敌深入那种样子。阳光五四就给盖，全场都疯了，当时全球之尊都疯了。奥尼尔底线的时候，这个角度不好，姚明直接把这球封盖掉啊，然后他的这个勾手投篮。他的半截投篮发挥了他的这个优势，但两个人都是伟大的球员，主宰这个篮球场的这种英雄。求胜欲望对于英雄梦想的渴求超过常人。姚明跟我讲，这个美国打球不是打球像打仗一样，攻防速度快，还有全力以赴去干，在这种环境能生存下去。He blocked my first three shots. I said, "Damn, what do I do now?"这不是实力的比拼，所以他只给我盖了两个，后来就完全很散了。这是我非常非常吃惊的，我这属于是负隅顽抗了，后面只能用这个词了。各种乱扣，但最后赢的是火箭。篮球比赛，它有时一些小的优势就可能赢得一场球，甚至一个赛季的胜利。采访姚明，下了第一句话给我们群发的短信：“我还活着，我还活着。”然后回家一口气睡到第二天，也不是几点，就是觉得完全跟散了架一样，就太恐怖了。就是说这个人绝对不是这个星球的人，根本摁不住。啊！但是姚明他自己证明了自己，啊，他让所有人都闭嘴了，都服气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第一个感觉是中国人可以立足，因此他开拓的其实是一个中国人运动能力的无限想象力的一个拓展。因为以往我们都认为 NBA 是神话般的运动，是吧？无论是那个暴扣还是三分还是行云流水，那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发现中国人可以，但是又有一个很惨烈的现实：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另外一个能够在 NBA 打上常规位置的人，就说明姚明是多么的独特，是极其的独特。Here's Yao Ming with a fadeaway. He's tied the game. I'm gonna bring a championship to Miami. I promise. Miami Heat are champ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ockets are marching on. Yao Ming down the lane. That's the Yao Ming show. 但是，那我很清楚他经历了什么。托马斯，哎呦！这时候姚明拼命的跑过来补防，顶到了膝盖上。他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落到别人腿上了，就踩到谁脚上了。天哪！姚明在 NBA 打球受伤最多，不是眼眶给你打开了，下巴打开了，别人给他打学了，就是脚扭了。Well, again, good defense by Gasol. And listen, any time Yao is hobbling up the floor because of his pass.
我曾经说过，有一天我的职业篮球生涯结束了，我希望那只是个逗号，不是个句号。今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但我没有离开新的篮球，我的生活还在继续，我还是姚明。他讲到退的时候，他也难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对吧？他也比较不愿意退休，没办法。如果姚明的运动生涯能够再长两到三年，似乎愈加完美。但是没有，这是没有办法的。身高、体重和对抗，让他的身体所受到的这种磨损，不足以支撑他走得更远。我当年没有拿到最佳新秀，我甚至没有进过 NBA 第一阵容，我最多进过第二阵容，我也没打过总决赛，我没有去打到，我最多打到西部半决赛，而且只有一次。职业生涯那么多伤病。Injuries might have stopped him at some point, but no one could have ever conducted themselves as a champion better than Yao on a day-to-day basis. And forever, I'll be grateful for that honor of getting to coach him. But I really want to say that the biggest accomplishment for myself is that I can be remembered by so many people, people like you, everyone sitting here. Thank you for remembering me for in that way. Every one of you, maybe I cannot recognize everyone's name, but I remember your images, your faces.And also that represent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is town. Thank you very much. He 现在脚里还有钉子，而且他这样的话，他体重越来越大嘛，因为他不锻炼了嘛，他这等于是一个小的恶性循环，对吧？对他的脚影响就肯定就是他体重越来越大，他脚肯定，你这时候你再想去。以运动的方式来控体重，太不容易了。他只能靠游泳，只能靠蹬车，这些也就这样。Is everybody thinking?
He began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playing for his hometown team, the Shanghai Sharks, leading them to a CBA championship in 2002. He was then the first player taken in the 2002 NBA draft by the Houston Rockets and was a unanimous pick for the NBA All-Rookie First Team. He went on to become an 8-time NBA All-Star and was recognized for the excellence of his all-around game. While his career was shortened by injury, he literally changed the face of global basketball as a respected player and an ambassador of the game. He has been elected to the class of 2016 as a player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Yao Ming.对我来说其实是心里边很有一种满足感，除了王治郅之外，另外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对手可以给我这样的我当然我不便于去揣测他的心情，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感到很欣慰，而且很得意。如果是在 NBA 进入了名人堂，他就是一个让所有人承认是一个伟大的这个球员。其实二女儿出道比姚明早啊，哎，姚明跟他一块被评为名人堂，不容易啊，这个。A great athlete not only has great teammates, but also great opponents. A great opponent push us forward. A great opponent like Shaquille O'Neal. Shaq, every game we played remind me of the old saying that.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Thank you for that. 仪式上姚明的发言其实是挺表现姚明的国际化水准，国际化话语体系。李娜和姚明能够让这么多人喜欢，其实主要是他们的价值体系和表达体系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姚明能够在那样的舞台当中能够很从容很自在的很调侃的方式去表达一份欣喜，表达一份跟这些并肩的运动员之间的这份亲密的感受，这个我觉得不是中国每一个体育人都能够达成的。其实在那个舞台上能够做流利表达的中国人，中国体育人不超过五个，姚明其中应该是最出色的。 Thank you again for this great honor. Thank you. 我们就是说姚明的成功不仅仅是在篮球场上，姚明的 NBA 的成功，他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了中国，他建立了这个交流，建立这种纽带。 I would like to renew that particular appointment. Yao, we would love to continue to have you serve as Houston's goodwill ambassador. Houston is proud to have him represent us around the globe.他所涉及的范围太广了，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姚明退役以后，他就是始终没有离开篮球，就是给我最深的印象，他就是到这贫困山区去搞这种慈善活动，啊，他用自己的这个。姚基金，那么建立希望小学，哪怕你在这里往那儿投来投进了三分。条件被选中去打篮球，我们打篮球是很有目的性的，那我们很多时候的目光并不太在意左顾右盼的看我们身边的是谁，我们只看我们前方路在哪儿，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条路去更高级别的球队，最后终到达奥运会。我们缺少时间去左顾右盼，去关注身边的人。
啊，我说下次就是这种贫困山区这种事情，我们也可以就是跟你一起去参与啊，去帮助那些穷孩子。姚明说，你们可能都受不了，即使你大便，你都没有合适的地方，你就是找一个坑就得蹲那儿就上了。最近这段时间你有变化吗？有。什么变化？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个辽宁新希望小学篮球季最大的目的不仅仅是希望去提高农村地区学校的那个体育教学的力量，更重要的想去提高告诉社会，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捐赠的物资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时间。当你作为一个志愿者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这项事业中的时候，那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任何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一个资源。感觉来召集志愿者，让志愿者做孩子们的篮球老师、篮球教练，带着孩子们练篮球，用教大家打篮球的办法培养孩子的体育参与的愿望，强身健体的这个功能吧。然后另外就是团队意识、责任感、上进心，好多年了，还挺好的。而且这些孩子，我觉得他安排的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每年他这个姚基金的慈善赛。感谢各位嘉宾、各位球迷、朋友们，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孩子们、为我们的中国球员呐喊助威。非常感谢大家对姚基金慈善赛的支持。今天我们让一赛的全部的收入将投入用于支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项目，让更多的贫困地区青少年有机会去参与篮球活动。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其实是未来的我们的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起更大的一种信任关系。而公益和慈善在这里边当然这是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从过去的大家仅仅是捐款，到现在大家愿意去参与，会去提供服务，提供更多的人与人接触的这种机会，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善了我们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一种向善向美好的这种希望。最民主的地方之一，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美兴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操场，当时淤泥大概就有一米厚，那从上面山洪冲起来的洪水啊，对于整个的教室、对于整个的体育设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这次姚基金捐赠的是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园地所有训练的体育设施的修复和援建，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在中国的运动当中，有能力的持续做公益，这个非常不容易。这方面既公益诉求，又有运动诉求，就有个人价值增长诉求，又有商业诉求，这些都充分的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他都坚持了一点，就是所有的价值应该是基于对社会共有价值的价值观的追求，另外一个对篮球价值的固守。这些事情比做运动员可累多了，运动员我觉得是最舒服的事儿，
走到哪儿练训练，训练练完了有什么都有人管。运动员他的技能是千百次锤炼出来的习惯性技术性动作，机械性动作，他靠的就是这种勇气和热血去做出了每一次反应和判断，去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运动员会死两次，因为他必须埋葬他第一段运动员生涯的这个性格，才可以开启他真正第二段。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第九届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报告大会，该项表决全票通过。所有的中国体育的变革倒逼回来都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去行政化，对于社会力量的加入，我认为姚明是一个这个时间转化当中很恰切的人选，但对他来讲也发生一个身份的巨大蜕变。37岁不到当中国篮协主席，史上最年轻的中国篮协主席，要权衡多少事情，要顾虑多少事情，要打破多少事情，一个上海队还引起了那么多的风波，更别说中国篮球。压力很大，大家对他期望很高啊，因为你像我们国家篮球水平下滑得很厉害，对吧？亚洲也不是很稳的拿冠军的，还是我们好的运动员苗子啊出不来，出问题。现在上海球打得好，高考没加分的，人家辛辛苦苦打球打得好的，影响学习。又没有好的大学校，家长随衡。中国篮球有很多的问题，体制、市场、球员的状态、教练员的状态、后备力量人才的状态。那我坦白的说，姚明当主席，首先联赛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他所最关心的，他也不觉得自己一定就能解决得好。第二，国家队怎么办啊？他要面临的是前任主席都没有经历过的，以后打世锦赛主客场制了，主客场制就把你的联赛切得碎碎的，你是停联赛啊，还是在想什么办法呀、啊？对吧，国家队怎么办啊？比如说他昨天说了国家队改为邀请制，是吧，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说说就能 OK 了。2019年世界杯哦，你们大家球迷们可以不在意。2020年要万一没进东京奥运会呢？你们，我不会骂他的。球迷呢？不会喊姚明下课吗？稍微慢点啊，姚慢点，他这样很低。哎呦。就像做一件事儿的，我们只看，哎，这个要去解决，这有一个问题，这有问题，这有问题，这有问题。当你看到全为只为了找问题要去找问题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你想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话，你首先要去看这里边的机会在哪儿。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一切该发生的就会发生。成人打己将是未来中国篮协的工作态度。接下来，我们既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更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话真的说说容易，你要能做得出来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我知道的，他推掉中国人寿的3年的代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特别贵。那一切是为了什么？他又能从做一个中国篮协主席上得到什么？得到这么多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我记得哪次一块儿很好几个人一块儿吃饭，然后当时就说起来呀不容易，那天还是挺慷慨激昂的，说到那句话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须入。我已经好久没听人说过这话。
挺好，挺好。怎么了昨天？那个就是戳了眼睛。戳眼睛了？我看你一直在哭啊，你怎么在上边？就是那个大象就撞了。撞了你了？那打篮球怎么还能，怎么可能不撞你呢？是不是？你不能一打比赛一直在哭啊？你得想办法做得更好才行，是不是？啊，不能哭啊！快投投篮去。对。啊，人生就是挑战。当你尝试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而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啊，他面临着，哎，真是太多问题了。这个想想头都疼。那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敬佩姚明，都会支持姚明。他会做好每一天的事情，啊，每一天都会尽他的努力，这是他的习惯，这是他的工作习惯、工作作风。姚明对篮球的理解，以及他身上的那种渴望有所担当的这个情怀，这是不可替代的。在这方面，我认为又一次就像他进入 NBA 一样。似乎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关口，他又是那个最合适的人，因此我觉得就像15、16年前的进入 NBA 一样，现在的他又像被选秀成功的那个人一样，就像最初要不断的跟比他更强壮的人碰撞一样。我相信他能够适应，他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阶段性的使命他一定会完成。Full of grateful. That's how I feel about the Rockets community, Houston community, that gave me such great honor. Tonight is abou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humility. Thank you for your work ethic.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jersey retirement. We can't think of a better honoree. I mean, Yao is such a gentleman that once you get to know him, you're a friend for life. And the man of the hour.Number 11, Yao Ming!